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这个实例来介绍 NoSQL。那么这个实例呢是 Google 的这个 Bigtable。这张图实际上是 Google 为了纪念他们的这个 Bigtable 实际上做的这样一个建筑。那么从中文上它的意思就是大桌子，对吧？所以我们来看 Bigtable 对 Google 它的今天所有的业务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它衍生出来的一些产品，比如说之后的这个 Spanner，实际上也都是支撑 Google 所有业务一个重要的这个基础设施。那我们来看这个系统它到底有哪一些特性，它怎么去做的，以及它有什么样的这种性能上的考虑。那 Bigtable 是这个2008年 Google 公布的，那么通过这篇论文，他们在之前的几年中对这种系统的探索，然后把这种探索的经验分享了出来。那么Bigtable 实际上它是一个典型的基于Google 分布式文件系统的这样一个大数据的数据库平台。那么我们来看它的一些特性是怎么样的。首先它面向的这个环境是一个 Google 典型的定义的这种分布式系统的一个环境。系统可能会出现故障，网络可能会出现问题，然后数据可能会丢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它要求做一个这种 NoSQL 的平台，能够保证数据的这个可用性，能够对抗系统中的这种各个模块的失败，能够做到这种失败的容忍度。同时呢，它对于这个整个系统的扩展性有需求，它要能够支持 Google 当时成千上万台的这个服务器，它能够支持这个 TB 级的一个内存的一个管理，然后它能够对这个海量规模的这个磁盘数据 PB 级的进行一个管理，同时呢它能够提供一个高性能的数据的查询，包括数据的读，还有一定量的这种数据的写。同时呢它这个系统应该是从这个使用的角度是有比较好的这种可管理性。那么具体体现在这样两方面，第一个呢 ，server 是可以像在传统的分布式文件系统里面一样，可以添加、可以删除，可以坏掉，那么不影响整个系统的性能和使用。同时呢，它可以根据实际上的这种用户的行为，比如说业务的请求的情况，来决定数据在各个服务器上它的一个分配的方式，以及其他资源的这样一个预留和分配的方式，达到整体上性能的一个保障。那么我们介绍 Bigtable 实际上是通过几个方面来介绍。那第一个方面呢是它的这个数据的模型，实际上我们在介绍其他的分布式系统中也都会非常的关注它使用的这个数据模型，比如说在分布式文件系统里面，它的数据模型可能是行式的数据或者是 key value 的数据，那么在这个Spark 里面它的这种数据可能是 RDD 的，那么在今天我们说的这个 Bigtable 里面它的这种数据模型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看，那么它基本上是想把数据组织成一个表格的一个样子，那么这个表格有这样的一些属性，首先它有行，那么一行数据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能够往分布式文件系统里面插入的一行数据，那么大家可以这样简单的先去理解。那实际上从这个描述上大家也知道这个Bigtable 其实是从基于这种文件的分布式文件系统衍生而来的。那么它还有列，那么实际上行列已经从矩阵的这个样子上把这个表格给定义出来了，但它除了行和列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叫做 timestamp 的这样一个新的属性。那么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 timestamp 是什么呢？ timestamp 是记录了这个数据它的一个生成的时间，或者说上一次更新的时间。所以 Bigtable 从本质上利用了这样的数据模型，是可以在它的表格中对历史的版本，对不同时期的数据进行一个描述，当然这和 Google 本身的这个业务是有关的，所以这是 Bigtable 它的这样一个数据的模型，通过行，通过列，通过这个时间戳把数据给组织到一块。那么我们来具体来看它的这个数据模式。那首先是行，我们来看它的一个特征是什么样。行呢它是由一个这个名字去决定的，来对它进行索引的。那么这个名字呢可以是任意的这个字符串，具有一定的这个最大长度的限制。那么
行呢实际上是将数据在这个原始的文件里面进行索引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么它在我们插入了这一行记录之后，实际上就需要把这一行数据给放进去。那么在 Bigtable 的这个数据的物理的这种组织上呢，它是按照行的这种字母的这样一个序来进行一个排序，当然其他的排序方式也是支持的。那么在 Google 的业务当中，如果它的行是通过这些 URL 来组织的话，那么这种字母的序实际上可以很方便它来对这些不同的站点进行一个检索和索引。那么在这个行里面呢，又会把这个相邻的一些行组织在一起，形成了这个 Bigtable 它的一个单元，叫做 Tablet。也就是说若干行当它达到一定的长度之后，我们把它放到一块儿，这个行的这样一个范围就叫做一个 Tablet。 整个这个 Bigtable 实际上就是在 Tablet 这样一个层面上进行数据的一个管理，而在 Tablet 里面呢会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数据行。那么除了行之外，为了在 Bigtable 里面实现类似于这个传统关系数据库里面这样的这种数据的一个结构，我们还引入了列。大家可以看得到，在我们给出的这个例子当中，实际上行和列是一个矩阵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这边我们有行，而这边有不同的这个列，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例子当中实际上是去记录了网页的一些代码和属性。那么列是怎么样去组织的呢？这里面就会有一些新的概念。实际上 Google 是通过列的这个 family 和列的这个 qualifier 来对列进行划分的。 family 实际上大家可以理解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列上的一个概念，而 qualify 是一个细节的这样一个描述。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例子当中，大家可以看到 content 它就会产生一个这个 family， 而这个 content 底下它会可以包含很多很多的这个 qualifier， 然后形成不同的这个具体的一个一个的列。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列它具有一些什么样的属性。首先呢，这些列和行一样，它也必须在数据创建插入的时候它就需要得到创建。然后呢，它的这个列的这个 family 通常来说允许的这个数量并不会特别的多，或者说 Google Bigtable 建议使用者在创建列的 family 的时候对这个 family 有一定的这个数量的控制。然后它的这个 qualifier 却不受限制，你可以通过 family 底下创建很多很多的 qualifier， 达到你任意扩展你的这个列的这样一个目标。那这是和它系统实现中这种性能的优化是相关的。那么第三个是 timestamp， 我们说有行有列有 timestamp，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决定一个数据在 Bigtable 的这个 table 中是怎么去放的了。那么我们来看这个 timestamp 它具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特性。首先呢，这种 timestamp 它的一个最原始的作用是用来区分不同的版本。那么在 Google 最开始的业务中为什么会有这些版本呢？我们以网页为例，实际上网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大家比如说会去使用的这些门户网页，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信息的网页，他们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会产生很多的版本。那么 Google 为了对这些版本进行区分，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搜索的这个目的，他们会使用 timestamp 来对这些版本进行一个划分。那么通常在真正使用这个 Bigtable 的时候，会将这个最新的版本做一个特别的这种timestamp 的一个标识，而将老版本通过它的版本号或者是通过它当时更新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区分。这是在实际系统中使用的时候大家会这么去做。那么有了这个 timestamp，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特性出来。那这边给了一些例子，比如说可以做这个垃圾的回收，那么我们可以让整个系统比如说只保留最新的若干个版本号，那么老的这些数据呢可能就可以标记为无用，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会被 Bigtable 删除掉，或者说通过其他的这个垃圾回收的机制把它给这个删除掉。当然我们还可以除了垃圾回收之外，我们还可以让整个这个系统保留最新的一些版本，那么这也是达到对系统空间有效利用的一个方式。